次我还可以喝。下次还可以吃一个煎饼。那等一下你还要吃面面吗？阿伯Ben。你已经吃了一半了，快要吃完了，要继续挑战把它吃完吗？你敢吃会完？两片吃会完哦。安尼饭哪有可能吃会落？因为迄拢是油啊。你吃到塑胶袋，我看你在吃塑胶袋。对呀、啊。那以后买塑胶袋来吃好了，好不好？说老板，给我一个塑胶袋，煎饼不用。哦。好不好？老板，一个好吃的塑胶袋。太好笑了嘛！我的老板说：“老板，帮我一个手法，给我吃。别！老板，给我一个好吃的塑胶袋。”